都在做复健。做复健为什么？因为右手腕受伤啊，所以一直在复健。所以我你做什么会伤到右手腕？喂，我说手啦，什么神圣的地方？哦，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没有戒指。行头吧，我就不知道怎么看行头。西装啊，然后我的西装呢是 Saluti 一八八一，对对对对对，非常漂亮的一个，有一点低调又不会太低调的西装。那怎么会选绿色呢？因为想说想要带一点不一样的，不要总是都是黑色的，所以我们就看到这套有点绿但又不会那么抢眼的一个西装。因为毕竟有很多准备得奖者，我觉得他们才是最主要的风采。今天颁奖练身体？没有，最近都在做复健。做复健为什么？因为右手腕受伤啊，所以一直在复健。所以我你做什么会伤到右手腕？喂，我说手啦，手腕什么神圣的地方？因为就跟生机，我们去就是录了那个之间的以生机，对对对，好亲密。就是我们有一些活动，然后就受伤。那天担任颁奖有什么准备吗？就是特别花招要颁奖。花招。有没有翻跟斗出来颁奖？有练韩文吗？韩文有进步吗？大家这样太快，等一下太快，慢一点。我通常没有办法那么快。有没有练韩文？我韩文一直都有在练习啊，因为就希望，就像我说，之前在韩国的颁奖典礼，其实受到很多大家的照顾，所以希望自己也可以多练点韩文。然后现在来到我们的主场地，也希望可以给予一点帮助。对。所以跟丁海也没有。有，我们刚刚 re 过了，刚刚已经 re 过了，所以就用韩文跟他聊天嘛，简单的打招呼。你来给我想一些特别的梗，大家等等看就知道了。对，啊，韩国满人就滚一点点。开玩笑的时候就要说浓淡，浓淡也有，就是玩笑话。很厉害耶！有没有？不是只是安尼亚斯有，有没有？对。天气很好，就拿西瓜添加桌哎呦。哇。就拿去跟他拖油啊，就跟拖油。天哪，你是韩国人吧？喂，继续加油。好 ，OK， 谢谢大家，谢谢，祝大家玩得愉快，祝你愉快，祝自己不要太紧张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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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，谢谢，拜拜，拜拜。